今日開唔開心啊？開心。係咪日日開心啊？係。翻屋企見住丈夫或者太太開唔開心啊？開心。都開心啊，咁啊非常好啦。因為咧，丈夫同太太咧係好多人嘅快樂嘅來源，亦都係好多人嘅痛苦嘅來源嚟嘅。就係、是、你處理到咧，就係、是、快樂嘅來源；處理唔到咧，就係、是、痛苦嘅來源。咁咧就希望大家咧喺呢件事上得勝。我哋其中一堂咧，遲啲嘅係有講到家庭嗰度咧，係會講到呢方面嘅。咁咧希望大家成日喜樂，就算丈夫同太太唔係咁好，我哋可唔可以仍然喜樂啊？可以，可以嘅，因為咧神喺我哋生命中有奇妙嘅計劃，係嘛？我哋有奇妙嘅身份，所以就算人哋唔好，我哋都可以保持喜樂。但係呢個問題就係好多人好難嘅，點解呢？哎呀，我老公咁樣點得㗎？咁啊日日唔開心。咁咧，但係當你話佢有軟弱，我接受佢係外面成熟，裡面未係咁成熟嘅。我接受佢有佢嘅問題。咁咧，佢講嘅説話咧，我唔使咁放喺心上嘅，唔好反覆思想。佢講完咧，就由得佢飛咗去。咁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同埋親近神嘅，親近神咧，你就可以日有喜樂啦。你想唔想係咁啊？你係咪時時做得到咁樣啊？做到係好嘅嚇，做到好似個聲音細啲喎。有邊個做到嘅？做到嘅，有時做到。咁你做唔到點算咧？我留意我未做到，我就刻意向呢個方向去做到。嗱，就係咁啊。即係你知道問題喺邊度，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知道我仲有一樣嘢未處理好。我呢樣嘢我就向住個方向去，以佢每一次講出咩説話，我即刻受傷喎，我就去處理啦。咁呢個咧就係好簡單嘅道理，垃圾唔好食。佢講嘅唔好説話就係垃圾。佢個人唔係垃圾，佢有軟弱係唔好嘅説話。嗰啲唔好唔好食啊，唔好食，唔好要，唔好受落添。嗱受落咧你就耷咗，又再起翻就好辛苦喎。而是他講的時候我都不用放在心上，即是痴線佬罵你，你用什麼放在心上？如果痴線佬罵你，會不會放在心上？不會，因為你知道他有問題嘛。那罪人的說話用不放在心上？不需要的。但是他是你丈夫或者太太或者是你的家人，但有時就是越近那個他就越多暗沉，越容易傷害。咁但係你話我接受佢係有佢嘅軟弱，但係我又祝福佢喎。但係佢講完話你蠢嘅，你又唔使放喺心上。佢講完你會即刻變咗好蠢啊？唔會嘅，佢講完你蠢嘅，因為佢個裡面有一種負面嘅思想，唔使放喺心上。咁而盡量對佢柔和謙卑，咁你就得勝喎。但係好多人話咁樣咪好委屈咯，壓住壓住好委屈咯。但係當你知道你越介意你就越委屈，是不是？越介意就越委屈，你想繼續委屈啊？不想，那你就不要介意，是不是？你跟我講一次，越介意就越委屈，越介意就越委屈。我不介意越放手，我不介意越放手，越輕鬆，越輕鬆。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嗱，這個很簡單的道理，垃圾不要吃，污糟水唔好飲，唔好嘅説話唔好要，唔好放喺心上。第二都唔好咁話佢喎，你講就垃圾，唔好咁講喎。你咁講咧就攞膠嚟鬧。佢講完咧，咁你又係好，我會努力，我會努力。咁即係咁。咁你真係做佢即係正常佢想你做嘅嘢，你真係做，咁佢又變咗冇地方可以攻擊你，你又善待佢。斟茶俾佢，又同佢按摩，又同佢入浴，咁你咧就得勝有餘啦。以善勝惡，係咪啊？但你個心唔好咒佢喎，你接受佢未成熟，你接受佢，咁你就得勝啦。同埋日日親近神得力。其實咧，作基督徒兩個選擇，一個選擇咧就係日日開心，一個選擇咧就係日日唔開心。你選擇邊樣啊？日日開心係咪？咁嘅時候咧，垃圾食唔食啊？唔好食，唔好嘅嘢唔好食，就係、是、領受神嘅恩典。好嘅基督徒所講嘅説話，我哋領受。
咁你屋企人都會講啲好嘅説話嘅喎，嗰啲咪領受咯。但係啲唔好嘅就唔好領受。其實好簡單嘅，係簡唔簡單嘅道理？好簡單。好簡單，好簡單，就係你願意去做嘅啫。但係點解我哋做唔到咧？就係我哋唔鋸。有冇搞錯？佢咁樣話我，我點可以吞咗佢？你唔係吞咗佢啊！你唔好吞啊！你唔好理佢啊！當佢冇到啊！即係冇到啊！即係講就話由佢空氣消失咯，係嘛？在空氣中停留幾耐的聲音，一秒都不夠冇咗啦，係咪？唔好介意。其實惡人的説話或者一些不好的説話，使唔使介意啊？唔好介意，唔好撥一聲吞咗佢。有些人話撥一聲吞咗佢，係唔好撥一聲吞咗佢，係唔好理會啊。拒絕接受。用太極，四兩射千斤，人哋一拳打過嚟，你係咪要？我要受啊，係咪要受啊？四兩撥千斤，撥開佢啊嘛，係咪？唔使放喺心上，咁樣咧你就冇牽掛，但你關心佢，但你唔使孭住佢嘅擔子，日日喜樂平安喺神裏面得喜樂平安。點解咁多人好難有平安喜樂？因為佢成日掛住人嘅嘢，所以佢就冇辦法放手，佢就冇辦法得到喜樂。嗱，我哋今堂咧講到身份嘅更新，我哋有一個新嘅身份。其實我相信你個個都係信主嘅。是有这个身份，即是今次提醒大家我们的身份几宝贵，几咁可以喜乐，同埋怎样保持这个身份是健壮的身份。即譬如香港公民都有健康的香港公民，有些人是做香港公民而不开心是香港公民的，有些人是不开心的，有些是开心的。我们做神的子民做得开心，是吧？做得满足的，滿有呢個身份嘅榮耀，滿有呢個身份嘅嗰種嘅力量同埋權柄。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我有呢個權柄，我係好特別嘅。一齊講啊！我有呢個權柄，我喺神國裏面啊，非常寶貴，非常重要，日日可以喜樂，冇人可以攞走呢啲喜樂。冇人能夠令我日日活得辛苦嘅，冇人能夠令我日日活得辛苦嘅，我日日活得開心。哈利路亞！感謝耶穌！哈利路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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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耶穌基督！哈利路亞！日日都可以開心，係咪啊？哈利路亞！日日都可以選擇開心，開心係選擇嘅喎，選擇嘅喎。我哋有呢個身份係咪應該開心㗎？係。但係你有冇見過基督徒唔開心啊？有好多。點解咧？不知不覺地、無意地活在憂傷痛苦之中，不知不覺地。當你知道原來我因為呢樣嘢受傷害，我就處理呢樣嘢，係咪啊？我知道呢個情況令到我唔開心，我就處理呢個情況。我知道呢個人嘅説話令我傷心，我就處理呢個人嘅説話。而我選擇喜樂，嗱呢個係選擇。我一起身咧，我就話耶穌愛緊我，哈利路亞！耶穌愛緊我，哈利路亞！感謝耶穌。當你越經歷神咧，我一祈禱咧，即時咧就會感受到神嘅喜樂喎。呢個好大禮物啦！1998年有個報道家為我按手祈禱，即刻咧。好似電流咁入嚟，即刻好強嘅愛。咁之後我就用好長時間祈禱，我就發覺咧，我一呼叫耶穌，哈利路亞，耶穌咁，哇！即刻啲能力湧入嚟。後來我就經歷喜樂咧，就一諗真耶穌咧就喜樂啦。一諗真耶穌咧就充滿愛，感受到哇！真係我而家講緊係真係感受，我唔係扮俾你睇嘅，我係感受到愛，係感受到神嘅愛，同埋令我好舒服。我就好想保持。我發覺有人講説話，我處理唔到，我就會受傷害，我就祈禱冇喜樂嘅咯。我就話我唔想俾佢影響，我唔需要俾佢影響，因為冇人有權將我嘅喜樂攞走。一齊講啊！冇人有權將我嘅喜樂攞走。我可以日日在神裏面有喜樂的，哈利路亞！所以我就選擇了有人講咩負面説話，我不放在心上。我日日就係話有耶穌，我就可以喜樂，並且我可以祝福好多人有喜樂。我點解要受人影響呢？係咪啊？何必呢？就係咁啊！就有時有啲人
真係同我講一啲負面説話，佢講完我有一句講，我又明白，因為佢個裡面可能有啲軟弱，有啲傷害，俾人傷害，所以會傷害人，或者佢裡面唔夠成熟，我又唔使判斷佢係乜嘢，不過總之佢係有啲未到位嘅，所以佢會講啲説話。如果有人到位，係咪講嘅説話會好關心啊、祝福啊，係咪咁樣啊？佢未到位，咁係邊個問題咧？自己佢自己問。如果我有錯，我認錯啦；如果我冇錯，點啊？我就盡量用由我嘅方法處理，但我唔使放喺心上，就係咁簡單啫喎。我啱講完呢幾啲説話，你應用咧，你日日都可以開心，係咪啊？你想唔想啊？想。其實我上次都可能講過類似嘅嘢喎，有冇試下翻去做啊？唔記得咗係咪？嗱，呢個係要選擇，選擇活在神嘅愛中，活在神嘅喜樂，日日享受神。是不是享受會好很多啊？是好很多的喎。受煩的人有什麼影響啊？哎呀，哎呀，好辛苦啊，哎呀，會怎樣啊？會怎樣啊？身體不好，睡覺好不好啊？不好。心情好不好啊？不好。享不享受生命啊？不享受。吃東西有沒有味道啊？沒什麼味道。這樣做人好不好啊？不好啊，何必呢？跟隔離都講，何必咁辛苦呢？何必咁辛苦呢？何必受影響呢？是不是啊？何必我們可以日日都平安喜樂，是不是啊？是。我自從這個1998年的經歷，我就日日保持在一個平安喜樂的狀態，我真的覺得受用不盡，在地上好像是天堂，享受到天堂一部分的恩典，因為天堂更多的，天堂不止這個，即是我們現在去盡，都因為我們有我們的限制，去不到天堂的位置，但是呢，盡量接近，好嗎？盡量接近，輕鬆一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我祈禱的時候，個心盡量鬆，盡量沒有擔子，經常想著神的愛，經常想著神在那裡愛著我，錫著我，看著我，幫著我，又歡喜我所做的事，成日諗住咁樣，個心咪好開心啦，係咪啊？可唔可以日日都係咁啊？可以。日日都從神得力，就係耶穌咁好，我係可以得力嘅。日日都讚美耶穌。嗱，好多人咧又中意做一啲嘢咧，未必令佢最開心嘅喎。我哋應該做多啲係乜嘢？令我哋開心嘅嘢喎，係咪啊？咩令我哋開心啊？唱詩歌。係啦，唱詩歌。祈禱。祈禱啊！祈禱都喺度諗住耶穌嘅恩典，用恩典嘅祈禱。我有上次有冇講過？耶穌愛緊我嘅，多謝耶穌愛緊我，多謝耶穌陪住我，宣告耶穌神對我做嘅一切，多謝天父陪我一齊，多謝天父睇重我，耶穌愛我嘅，就算有人話我，耶穌都愛我。人話我唔能夠攞走神嘅恩典嘅，咁日日都話我係神嘅寶貴嘅兒女，哈利路亞，我係神寶貴兒女，我日日都享受呢個身份。我哋呢個身份特唔特別啊？特別，好特別嘅。嗱，今次我哋就講到呢個身份啦。呢個身份咧係好特別，感謝神，我哋有呢個身份。如果唔係有呢個身份咧，我哋咧就其實好多困難係冇得面對。好多人好慘噶，佢冇耶穌，佢面對疾病，佢面對死亡，面對家庭紛爭，面對離婚，佢係覺得乜嘢都崩潰噶，係咪啊？有啲人嚟講係咪啊？好似乜都冇曬。但係基督徒咧，我哋有神。我哋可以慢慢修補家庭，樣樣可以盡量去修補。修補唔到，我哋就放手，但都對佢好喎。但唔俾佢影響，我哋依然喺神裏面有喜樂，係咪啊？哈利路亞，得唔得啊？咁樣得唔得？成日話我係神所寶貴嘅兒女，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好啦，咁我哋而家睇下呢個，我哋從前嘅身份係咩身份啊？罪人。我想問你，而家係咪罪人咧？是，现在依然是罪人，不过是赦免了的罪人，如果你亲近神的话，同埋是一路改变的罪人，一路处理罪的罪人。我们到临死的时候都会容易有罪出来的，你会发觉人家一说你即刻已经是松绑的了，是不是已经受影响的了，里面就几固的了，我们里面有一种罪性的，有一種罪性，我哋要知道我哋依然有罪性。咁我哋從前咧係一個冇赦罪嘅罪人，同埋活在罪中冇知覺，即係唔覺得係罪。但係我哋而家知道咧係唔好嘅。同埋第二個新聞，魔鬼嘅奴僕，
嗱，有啲人都做信耶穌都做魔鬼奴仆嘅，點解咧？佢中意控訴人啊，中意幾個走埋咧就講閒話，講是非。係啦，咁呢個係唔係服侍緊邊個啊？呢個服侍神抑或服侍魔鬼？服侍魔鬼，講呢啲負面説話好唔好啊？唔好啊！當你見到有人教會裏面有唔好嘅，你係咪幾個走去飲茶就喺度講啊？啊，牧師又點唔好啊？嗰啲基督徒又點唔好啊？有冇基督徒係咁做嘅？有喎、啊，你好唔好加埋一份啊？唔好啊！如果有人咁講，你點講咧？我哋不如為佢祈禱啦，好唔好啊？我哋關心佢啦，點樣幫佢啦？我哋咁講嗱，有時有啲人講咧就，佢越講越開心嘅喎，咁啊即係有問題喎，係咪啊？我哋應該講嘅時候有憂傷，我點幫佢？個目的係幫佢嘛，係咪啊？有好多基督徒依然做緊魔鬼嘅奴仆，攻擊人，講唔好嘅説話。有冇發覺教會開會有啲人會鬧交嘅？有。嗰啲係做緊咩啊？魔鬼嘅奴仆。如果要爭取一啲嘢，需唔需要鬧交啊？唔需要鬧交嘅，係可以用柔和嘅方法，總有解決方法，同埋跟隨世界。所以耶穌有冇人跟隨世界啊？有。有喎、啊，成日掛住睇電視。嗱，成日睇電視有咩唔好呢？就會入曬啲乜嘢啊？污糟嘅嘢。係啦，成日都係要錢啦、啊。錢啦、啊、生仔啦、啊、要俾人尊重啦、啊、成功啦、啊、即係成日都係灌輸啦、啊、享樂成日都灌輸呢啲觀念係咪我唔係話唔好睇電視不過你要真係衡量唔好嘅唔好睇最好係多啲讚美神成日祈禱呢你有聖靈恩膏能力呢你為人祈禱就滿有能力啦咁樣呢你就能夠祝福多人係咪咁樣更好啊真係更好㗎喎希望大家追求呢、這個嗱我哋都有天國嘅護照天國護照睇唔睇到㗎？睇唔到。睇唔到，但係邊個睇到咧？耶穌。耶穌睇到佢睇到你有冇天國護照，佢睇到嘅喎。你想唔想肯定你有天國護照啊？想。嗱，好緊要嘅，好簡單嘅啫喎。如何可以肯定成為天國國民？好簡單，兩點一齊讀個主要嘅點。悔改認罪。第二咧，信靠耶穌作救主。嗱，其實好簡單喎，係咪啊？再講一次。悔改認罪。信靠耶穌就救主，嗱呢個就係得救嘅方法。嗱後面咧就有講到得救嘅表現或者個果子。咁有啲人咧佢話信耶穌，不過冇果子咧，佢口話信喎。我哋啱先講嘅，不過咧有冇啲基督徒咧，佢話信耶穌，不過咧佢犯罪鬧人，佢又唔覺得錯喎。佢成日都揾到人好多錯處，個口成日講緊負面嘅嘢，佢又唔悔改，咁嘅時候咧，或者又唔祈禱。就會話呢、這個人到底係咪得救咧？唔知道啊，係咪啊？佢話信耶穌喎，係咪話信耶穌可以上天堂啊？唔係喎，但係真信耶穌真係會上天堂。你真信耶穌就會改變。你係咪真信耶穌啊？係。係啦，我希望你真係信耶穌，咁樣咧你就有福啦。咁我哋依家會講下真信耶穌會有咩表現，但係嗰啲唔係方法，方法好簡單嘅啫，兩個係乜嘢啊？認罪。係啦，悔改認罪。知罪悔改，有啲人認罪係點咧？啊，求耶穌赦免我鬧人嘅罪，我一陣轉身又鬧人嘅咯喎。求耶穌赦免我講大話，一陣又講大話，咁係咪真係悔改啊？唔係喎，佢唔覺得罪可怕。我哋要知道神睇罪咧，好似乜嘢咧？你有冇去過有啲好污糟嗰啲洗手間啊？你見到嘅時候，你會有咩感覺啊？係啦，想嘔。神見到我哋嘅罪咧？就是、好似見到嗰啲咁污糟嘅洗手間咁噶，神係見到係唔中意。不過人咧喺個罪中咧唔覺得嘅喎，喺度講人啲閒話，覺唔覺得自己有罪啊？唔覺得，仲覺得全世界都係罪人，係我一個好人嘅啫。即係佢就覺得佢係可以批判全世界嘅，所以我哋小心，因為聖經話凡人所説嘅閒話喺審判日子必要咩啊？句句供出來啊！你可以諗審判係點啊？因為聖經話咧。仕途好像一台戲成一台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你想像呢你的一生呢現在這一陣都是全世界個個坐在那裡看將來上到天堂就全世界世人和天使一起望著一起望著生命你就將每一幕全部重演不是只是表演表面演埋內面你的裡面那些污穢啊嬲人啊不開心啊！一路聽到一路駁嘴啊！嗰啲咧一路咧喺個裏面咧，全部出曬嚟嘅，全部出曬嚟。
所以咧，我每一日我生活諗住咧，諗住呢個天花板冇嘅，全部啲人喺度個個睇住曬我做乜嘢㗎，睇住我內心嘅。咁嘅時候我就會小心同埋警醒，同埋我知道其實犯罪傷害邊個咧？傷害自己。你嬲人嘅心會點啊？唔開心㗎係咪啊？你嬲人嘅時候，你食嘢有冇味道啊？冇味道，唔開心㗎係咪？嬲人嗰陣時瞓覺瞓得點啊？瞓得唔好，所以佢唔好我點要嬲佢咧？係咪啊？係咪？你跟我講一次，佢唔好我點要嬲佢咧？我唔使嬲佢嘅喎，係佢嘅問題。我使乜嬲佢咧？我有錯就要認錯，認錯。但如果唔係我錯咧，我依然對佢柔和謙卑，依然咧係笑容，依然咧善待佢，日日都招呼佢，日日同佢講好話。咁呢個咧就德性啦，係咪啊？德性就係咧日日喜樂，唔俾罪人影響。好啦，呢、這個經文約翰一書一章九節，熟唔熟啊？熟就念啦。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嗱，呢個講到乜嘢？神會必要係咪啊？必要嗱，呢個係聖經嘅應許。應許咩意思？神應承咗你。譬如，當你65歲嘅時候咧，因為我已經啱啱過咗啦，咁你咧就未到咧就申請啦，係咪啊？寄封信去啦，跟住咧佢就寄翻封俾你啦，就話俾你聽，你有呢張長者卡啦嚇，我都有噶。咁咧好啦，當你有呢個長者卡嘅時候咧，你就搭親車咧兩蚊啦，必定噶係咪啊？必定噶，唔使申請噶，到時又申請噶，唔使噶係咪？係唔係啊？要啊！有啲車唔得，但係通常即係我知道，我講普通嗰啲啦，普通嗰啲得噶係咪？係啦，咁樣咧係好多都得嘅。係咪必然㗎？即係嗰啲地方係必然喎，呢個係禮物，係禮物嚟㗎。你唔好話呢個係我哋，即係我哋唔係即係必然有呢樣嘢。不過呢個係社會俾我哋嘅，其實社會送俾我哋，即係全香港嘅人佢哋嘅錢幫助我哋。咁啊，感謝神啦，呢個恩典我哋領受。但係咧，我哋都感恩係因為香港嘅人咧，以致我哋有呢個福氣。好啦，呢、這個必然嗱，同樣咧。在神裏面都是必然的，神是跟從他的規則的。人是不是一定跟從他的規則？有沒有試過人說我明天跟你去街啊，然後明天說哎呀我不閒啊，哎呀我忘記了，哎呀我忘記了，有沒有試過這樣的人啊？有啊，即是人會周時失信啊，是不是？但神會不會失信啊？不會的，神是完全根據他的應許做事的。嗱，呢樣嘢好好喎，真係好好喎。譬如你去到一個屋企，呢個屋企咧係好有錢嘅喎。假設呢個一個好靚嘅花樽，佢話呢個係唐朝嘅花樽嚟㗎，你千祈唔好碰佢啊，你千祈唔好整爛佢啊。跟住咧，哇！唐朝花樽真係要望下喎，咁啊走埋望下望下望。點樣知咧？一下子只腳咧跣一跣，唰一聲一。個頭一撞埋去，跟住佢跌落地下爛咗，哇！你會點樣啊？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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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樣話俾佢聽啊？點樣算咧？點樣算啊？點算啊？但係丑婦終須要見家翁啊，係咪？始終你要話俾佢聽喎。你話俾佢聽嘅時候，對唔住對唔住，哎呀對唔住，真係好對唔住，真係唔好意思，我只係先跣一跣啦，即係跣咗落去，佢撞到個花樽爛咗。嗰個人會話：好啦，冇問題啦，我饒恕你啦，會唔會啊？呢個世界上有冇咁嘅人啊？好難好難啊，好難好難。但我哋嘅神就係咁嘅神。我哋犯咗幾大嘅罪，當你真心悔改認罪，佢即刻赦罪啦。呢個好特別喎。人係唔跟從佢嘅規則嘅，周時唔跟從嘅。有冇見過人係咁啊？佢話係咁，唔好咁做，佢自己又做嘅。有冇見過咩人啊？但係神咧係好奇妙嘅，佢話咗乜？他就做乜，他答應了乜就做乜。所以我這裡講到經文是什麼呢？我們認自己的罪，這個認罪當然代表就是憂傷痛悔，詩篇51篇講到憂傷痛悔，神必不輕看。當你憂傷痛悔的時候，神是信實，信實即是為什麼？可靠，一定的，永遠一樣的，是公義的。為什麼是公義呢？因為耶穌已經付了罪價，即是好像你要交罰款，
有人同你加罰款，咁政府仲需唔需要你再加罰款啦？唔使啦，已經公義啦，即係已經滿足咗公義要求，已經付咗罰款啦。佢就點樣啊？聖經話咩啊？睇聖經，佢就跟住嗰句話咩啊？必要赦，必要啊！必要赦免我的罪，洗淨我的一切不義。嗱，我形容一樣嘢，好似開燈。你開燈嘅時候，嗰啲燈會唔會話：今日我諗下開唔開燈先？今日我冇心情，我唔開燈啦。會唔會咁樣啊？唔會喎，因為咧，燈係會跟從嗰啲電嘅法則，係咪啊？佢永遠都跟從嘅，係咪啊？除非嗰度漏電，如果唔係咧，佢一定會跟從嗰個法則。除非佢壞咗，係咪啊？如果唔壞咧，佢跟從個法則。神都一樣嘅。一起講，神永遠跟從祂的戒命，神永遠跟從祂的戒命，永遠跟從祂的應許，永遠跟從祂的，神不會犯戒命，神不會犯戒命，神亦都不會應承了不做，神亦都不會應承了不做。所以你每一次認罪，你都可以肯定耶穌一定赦免。但我可以告訴你，很多人都經常說，哎呀，我又犯了罪了，哎呀，神又不喜歡我了，哎呀，我跟神的關係很遙遠了。其實我想告訴大家，不要這樣想，而是怎樣想呢？神是永遠接納，當你真心悔改，祂永遠接納。不真心悔改的，神知道你的心，你的關係就會有問題的，跟神的關係有問題。但是你真心悔改，神啊，我真的知罪，你求主赦免，祂即時赦免你的罪，你不需要擔心。很多人就跟我說，牧師啊，我最近又犯罪了，怎麼辦呢？我又軟弱了，哎呀，我跟神關係很疏遠了，神不喜歡我了。很多人都會這樣，神愛我了，但其實神是永遠愛我們，因為祂說了祂愛我們，祂就愛我們的，祂永遠接納我們。當我們悔改，祂一定赦免我們的罪。有些人犯了罪，神就經常都跟我說，就說哎呀，我又犯了罪，耶穌會給我意念，祂意念回覆祂怎樣說呢？你犯了罪，你覺得很大件事，耶穌就說你犯了罪，其實個個都犯了罪，個個都犯了罪的，不過你真心悔改，我就很歡喜的了。你 犯的罪無論有多大，你真心悔改，我就很歡喜，我就一定赦免你的罪。所以其實我們就算犯了罪，我們心裡面悔改，但我們悔改之後就不要說那我下一次又隨便犯罪了。知道犯罪是得罪神，神很不喜歡，令到神很傷心的。譬如你媽咪很疼惜你，但你要偷錢，警察捉咗你，話俾你媽咪聽，你個仔、你個女偷嘢啦，而家坐監啦，你媽咪會覺得點啊？傷心，好傷心。神都係好傷心，佢唔好令到聖靈咧憂傷，神都會為我哋憂傷嘅。所以我哋咧就話：神啊，我知道犯罪係唔好，我就處理所有嘅罪。嗱，我真係處理所有嘅罪，有啲咁多意念咧，即刻處理嘅。因為點解我唔處理個後果係點咧？邊個受苦啊？我自己受苦。假設你聽下，其實我現在全世界都去過，去不同的國家去宣教，我時時都去。如果你上網找 YouTube 葉牧師，你要見到我的宣教的影片，我去不同的地方，我感謝神，神使用我。但如果有一天，我有一個如果，就有一天傳出個消息，葉牧師犯了大罪，不可以再宣教了，你聽到你的心會覺得怎樣？好可惜啊，哇，葉牧師居然犯了大罪，現在不可以侍奉了，哇！咪嘥曬佢條命係咪啊？咁你估我想唔想嘥我條命啊？梗係唔想啦！我哋條命係好寶貴嘅。譬如你見到個人，佢攞個銀包去到鹹水海，一抌抌落水咁，你喂喂，唔好抌落海啦，你俾我啦，不如或者一張張500蚊紙係咁抌落海，一路抌落海，咁你俾我啦咁。但係我哋嘅生命貴重，因為我哋嘅銀包貴重啊。生命貴重，但很多人就將他生命扔落鹹水海。為什麼呢？他經常犯罪，經常不開心。你想想這樣，我們其實犯罪一定有破壞性，一起說，犯罪一定有破壞性。所以在神面前真的悔改，還有知道什麼是罪，說閒話、生氣人，凡都是罪來的。為什麼呢？你沒有彰顯神的榮耀。天上的聖徒會不會這樣的？哎呀，好煩啊，會啊，會不會這樣的？不會的，他們會平安喜樂。我們其實很多恩典，你看著這些煩惱是有很多煩惱的，你看著恩典你就得勝有餘了。好了，第二樣東西就是信靠耶穌做救主，難不難啊？不難，不難的，這是禮物來的嘛，是不是？羅馬書10章10節，因為人心裡相信，口裡就可以稱義，
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哇，簡唔簡單啊？簡單，好簡單喎，心裡相信，口裡承認。但呢度亦都講俾我哋聽，唔係淨係頭腦信，口會承認，即係咧係有表現嘅，係咪啊？會講出嚟嘅，我係信耶穌嘅，即係呢個表現啊！你要得救咧，會有呢個表現嘅。同埋個係咪淨係口講啊？唔係喎，係個心又相信，口又承認，咁樣嘅人咧係得救嘅。咁我哋唔係靠行為得救，我哋係信靠耶穌得救。但你信靠耶穌咧，自然個生命就喺裡面。有冇發覺信耶穌咧之後咧開始犯罪覺得唔舒服噶？有冇啊？嗱，呢個就係聖靈住喺裡面啦。你俾聖靈做工咧，你就會繼續覺得犯罪覺得唔舒服，你就會想離開罪。你會覺得犯罪真係好辛苦。其實我都試過喎，我都試過好多次喎，犯罪好唔舒服。咁我就話以後真係唔想再犯罪。咁而家我仲有一個動力咧，神俾我咧就係我可以祝福咁多人，我唔想犯罪影響。同埋另一個動力就係神咁愛我，我可以隨時經歷神，我唔想失去呢個經歷，所以我就唔想犯任何嘅罪，任何嘅唔好嘅都唔好犯罪，任何嘅唔好嘅都唔好存喺心裏面。即係對人嗰啲叽哩咕噜嗰啲咧，你哋裏面有冇啲叽哩咕噜啊？哎呀！呢啲人真係哇咁，要唔要存留啊？唔好存留，踢走佢。佢問題，我使乜要擔住咧？係咪啊？唔使擔住。好啦。重生的基督徒有什麼福氣？這裡講到福氣先，其實神裡面很多福氣，這裡講一些而已。第一得就永生，永生好不好啊？好到不得了，將來去到天堂，過了一百，我們在世上的年數通常都不過一百歲的，通常有些人過的都不會過得很多的，是不是？但去到天堂一百年之後，是不是耶穌說 OK 是這麼多了，會不會啊？不會吧。過了一千年是不是是那么多了？不是喎，一万年、一亿年、一毫计在天堂。哇，当你想回转头的人生，哇，是不是很短啊？很短。但是呢在天堂，我们即是我不知道到了天堂，我那个记忆是怎样的，我应该都是记得世上的事的。不过觉得越来越远了，是不是？因为你越来越来已经在天堂惯了，哇，世上那些烦恼好像都冇曬嗱，喺世上天上咧唔會俾世上嘅事煩擾噶啦。不過你記唔記得翻嗰啲事咧？呢樣嘢我唔知道，因為聖經冇話到嘅。即係我哋會一定肯定，我哋會記得好嘅嘢。但係到底你世上發生過呢啲困難啊，會唔會記得咧？我唔知道，因為聖經冇答覆。但係一定唔受影響。但係當你諗翻嘅時候，如果你諗翻呢啲事，你會唔會覺得好介意啊？哎呀，嗰個人鬧我啊，會唔會介意啊？唔介意，所以以前嗰啲苦會唔會介意啊？唔介意，已經好渺小啦，係咪啊？越嚟越渺小，所以永生裏面咧，我哋而家受嘅都係自暫自輕嘅苦楚，要為我哋成就極重無比永遠嘅榮耀，係咪啊？哈利路亞！嗱，所以得著永生好好嘅。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叫是不是大部分信他的啊？小部分信他的啊？一切。不過這個信呢，根據聖經我們會看得到的，一定是講到生命有果子的人，即是說不是靠果子得救，但是呢那些人一定有果子。因為有些人呢稱呼主啊，主啊不能進天國，因為他沒有遵從天父的旨意。他真信耶穌，他就會真正，他就會生命又會改變了。這些人就怎樣啊？全部去得天堂，好不好啊？第一天耶穌回來的時候，全部去到天堂，被接在榮耀裡面，整個人改變，充滿榮光。哇，有些人曾經呢死過然後救回來，很多這樣的人，他有些去過天堂，又見到周圍的人，即是初頭見到周圍人又去天堂，他就一靈魂一出來的時候，哇，很輕鬆的，哇，呼飛出來的，哇，很開心的。即係好多人咧，佢信主咧，佢話一離開佢嘅身體咧，就冇曬嗰啲身體嗰啲煩惱喎。哇！真係好得無比，係咪啊？喺永生係非常好。其實你而家都可以開始係咁嘅，盡量放手，日日讚美耶穌，日日充滿喜樂，何必受苦咧？係咪啊？好啦，同埋親近同埋信服耶穌咧，得著各樣嘅福氣。馬太六章33節。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然後呢詩篇34篇10節，
少壯獅子還缺食隱餓，但尋求耶和華的什麼好處都不缺。嗱，呢兩個經文咧係話俾我哋聽，我哋先求佢嘅國同佢嘅義，呢一切就會加俾我哋。嗱，聖經講到幾種嘅福氣，第一種福氣普遍嘅福氣，全世界嘅人都有嘅。聖經有講到咧，神用日頭咧照好人，也照歹人喎。嗱，呢個福氣咧，太陽雨水係全世界嘅人都有嘅，呢啲係普遍嘅福氣。又聖經講到信耶穌嘅人，所有都有嘅福氣，永生啦，同埋佢都有聖靈內住，聖靈感動佢，佢亦都會有聖靈嘅平安。不過聖經都講到嗰啲真係將耶穌作為佢生命嘅主，真係信服佢嘅人，佢係得著更大福氣。呢度其中嘅經文就講到呢樣嘢，先求佢嘅國同佢嘅義。先求佢嘅國咩意思？有兩個意思嘅，其實三個意思。第一個意思係咩咧？係想神嘅恩典嘅國度臨在呢個世界上，更多人得救，即係日日都祈禱，更多人信耶穌，又去傳福音，唔好淨係祈禱喎，又去傳福音。咁咧，你就先求佢嘅國啦。第二咧，就想耶穌快啲翻嚟，呢個求耶穌嘅天國翻嚟。但另外一個意思咧，好多人就唔係好聽話啦。讓耶穌嘅天國喺我心中現。天國就係咩咧？耶穌喺嗰度做咩噶？天國就係話耶穌喺度做乜嘢噶？準備地方。做王嘅嗰度就係天國。邊度耶穌做主，嗰度就係天國。你嘅心係咪耶穌話事噶？全部耶穌話事噶。你講嘅嘢、諗嘅嘢、你嘅情緒係咪全部耶穌話事噶？嗱，好多人唔係嘅喎。即係好多時咧，就會又煩啦，又猛啦，又唔肯聽話啦。咁嗰陣時係咪真係求天嘅國喺降臨呢個心裏面啦？咁啊唔係喎，所以咧我哋就會話：神啊，你幫助我，真係讓天國降臨喺我心裏面，讓我完全咧耶穌做曬主。嗱，其實耶穌做曬主，有啲人啊，咁咪好冇自由咯，係咪啊？其實唔係喎，你係越有自由，耶穌做主咧係好輕鬆、好喜樂噶。唔再受世上嘅影響，唔再煩惱嘅，係好開心嘅。有冇試過啊？係好開心嘅喎，好輕鬆嘅喎。有啲人話：哇，又唔可以去賭錢啊，唔可以買六合彩啊，唔可以打麻雀啊。打麻雀係咩嚟㗎？賭博喎，好多基督徒都打麻雀嘅喎。佢完咗崇拜咧，約埋幾個咯。佢飲完茶咧，喂，今日嚟我屋企啦，聽日去你屋企啦。後日去第二個屋企咧，就打麻雀噶咯喎。咁嘅時候，佢嘅生命係咪榮耀神啊？如果有一日你見到，咦，牧師坐喺度打麻雀嘅，打麻雀嗰啲人，佢哋都係嗱，有啲人就話佢玩啫咁。不過我覺得玩可以唔使用賭博㗎嘛。打麻雀總係想贏到一啲錢㗎，係嘛？就算佢幾細都係，佢都想贏到，都係一種貪念同埋一個唔好嘅見證。咁嘅時候，佢係咪讓耶穌做主啊？唔係喎，所以如果你中間有啲打麻雀嘅，你求主赦免你咯，求主你幫助你，真係我揾一啲正當嘅娛樂，好嘅娛樂，你去下啲公園欣賞下大自然好唔好啊？去讚美神，跳下讚美操，去傳下福音，去幫助人，嗱呢啲咧就會個人咧就會開心。嗱，我時時都係咁喎，親近神啦，我又幫人啦，我又寫材料啦。我成日都係做呢啲嘢，我發覺咧好開心嘅喎，我發覺咧成日有神嘅同在好開心，我一路做嘢一路播敬拜詩歌，好喜樂嘅。咁你先求佢國，即係讓耶穌做主啦，同埋佢嘅義。義係咩咧？遵從神嘅戒命就係義，一齊講啊！遵從神嘅戒命就係義，就係求神嘅義就係咩？我真係行出神嘅義，我真係愛人、愛神、關心人嘅。咁樣嘅人咧，神又會點樣啊？跟住嗰句話咩啊？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嗱，有好多人信得主，佢話點解我信得耶穌，我屋企成日鬧交咧？因為佢冇讓耶穌喺佢家中做一家之主啊，冇啊。佢讓乜嘢做主咧？自己做主，自己做主，啲脾氣做主係咪啊？自己啲嗰啖氣做主係咪啊？咁嘅時候佢就唔係耶穌做主。你有冇讓耶穌完全喺你嘅日常生活，喺你嘅家庭？同人相處，當你同人傾偈嘅時候，係閒話做主啊，抑或係成日祝福人做主咧？嗱，當你時時以神嘅國為念，神知唔知啊？
神知喎，神就好歡喜，你就將好多福氣賜俾你，係好多福氣不斷賜俾你嘅。嗱，你見到我咧又六十五歲，但係咧我打波咧，同埋咧神賜俾我，即係咧賜俾我健康，又唔使戴眼鏡喎，唔使戴老花眼鏡，真係好神奇真係，唔使戴老花眼鏡。又不用戴近視，又不用戴遠視，感謝耶穌，這些是神的恩典，是耶穌的恩典。並且呢，神又給我好好的太太，我預親都是好東西，但也有遇到 困難的人，但我又不給他影響，即是其實所有一切神都可以叫我們更加得著神的恩典。我看看是否有人先來先、okay， 好了，咁咧，我就想講咧，就話你先求佢國同你義，神就將一切嘅嘢賜俾你，好唔好啊？好。有時你問點解我屋企咁多麻煩、咁多吵鬧，就因為我哋冇讓神喺我家中做咩啊？做主啦。同埋跟住咧，詩篇三十四篇十四節，十節，少壯獅子還缺食有餓，但尋求耶和華什麼好處都不缺，乜嘢好處都不缺，神會賜俾你所有嘅祝福嘅。當你越行神的路，你的祝福就越大。有沒有經歷過這件事？你越經歷神，你越能夠饒恕人，家庭關係開始改變了。有沒有發現這件事？開始有饒恕，開始有祝福，開始會笑了，是吧？當你真的讓耶穌做主，那個人開心的，在裡面開心出來，還有神會為你開路。其實我們會經常遇到神蹟的。我剛剛在宣教有個人告訴我，一個見證，他說我上一次跟他之前就跟他祈禱，他就想找工作，他說我一期了肚子五分鐘，他即收到個電話有一份工作請了，做了幾年了。我也試過有些人他們是很長時間找不到工作，一期了肚子很快就找到工作，也有人有疾病立刻好回，這個就是神的恩典。我們能夠祝福人是神的恩典，是神賜給我們的福氣，我們感謝耶穌。雖然我不能夠擔保一定會，我不能夠擔保，但是我是往往經常都見到神的恩典。你想不想在神的裏面成日有神的福氣啊？其實神的福氣呢，真的叫我們肉身安然居住，你的身體都很健康的，你的人會有力量。你見我眼睛身體都是見到我有力的，是吧？皮膚都有力的，是吧？有些人呢，你有沒有見到有些人煩呢？那些皮膚又暗又揦埋一嚿，又不輕鬆，那些肌肉又沒有彈性，好像一劈嘢咁樣淋曬，咁即係成個人咧都係好唔掂嘅，成日都好煩嘅。見到佢個面咧，好愁嘅，好多皺紋嘅。咁咧，但係你喺耶穌裏面咧，你係越行神嘅路，跟我講一次，越行神嘅路越蒙福。越行福越蒙福。耶穌喺我心中做主。在我家庭做主，在我教会做主，我去到哪里耶稣做主，耶稣就凡事祝福我。想不想这样啊？很多福气，这次我讲到几重的福气，普通人有的，信耶稣有的，然后那些爱主的有，爱主的有更多福气。想不想是这样啊？哈利路亚，你跟隔壁说你可以有很大的福气啊！我们让耶稣做主了。